干到的地方啊，我得就是干庄嘛，在干到的地方，这个手了哈，身体了发胀，就慢慢的就好像这手臂都粗了，慢慢的就想着，这个人也好像是在慢慢的哈变高了，又往这么上了，又上刚开始修行的状态，行。忽大忽小，忽高忽低，忽燥忽缩，忽冷忽热，都是刚开始修行的状态。没关系，继续心如止水，不定下管它去，就行是吧？不管它会变化的。这些是个过程，不要管它，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个三千大千世界路上的风景而已。你的心在哪里很重要，其他的都不要管。那是受，觉受，受即是空嘛。但是你现在认为它，一会儿你说它是空的，真的假的，你乱想嘛。它既然空，就不要管它，不管才是真空。但是这是在境界上啊，但是不要说，哎呀，老师说了，不管就是真空，我这个世界啥也不管了，我把儿子老婆全扔了，啊，千万慈悲心要有啊，不能扔啊，有些。有时候一个念头就是想了以后，看看后边什么。想看什么？看看后边，后边看不见的。乱想嘛，不是。乱想。看后边干啥？后边啥也没有。要圆觉，圆觉三千大劫，无所不知，本性一切具足。我们本来是一切具足的，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我们活得很窝囊，背龙转还是背龙转？还有再说的近点，自取龙转，自己认为有一个你在龙转，自取，自己取了龙转放在这儿，自己把所有的笑话自己这儿挂了，然后先把自己挂上去。然后挂我的，我的爱我的，我爱的，然后挂众生六道，这都是自己挂上去。但我们也不想啊，问题是现在不行啊，无名嘛，一不小心就挂上，看不清真相了。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今年假期的时候出去旅游嘛，然后跟小丽一起，然后我们就中间去了一个叫蛟河古城的地方，它那个古城就是它整个那个城在古代的时候是全部信仰佛教的，大概有几万人吧，然后那个蒙古人来的时候就屠城了，一个人都没留下来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，既然是信仰佛教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？哦，那为什么不可能有呢？我就觉得一心向善，然后就整个的这个结果真的还蛮悲惨的，是这种。难道你信仰佛教就是想不逃避因果吗？那释迦牟尼佛的整个种族，他成佛了，他的亲人朋友，他的眷属，他的整个释迦族被屠杀完了，果报啊！释迦牟尼佛也说那是果报啊。我们学习佛法是。你最后是解脱，让你的本性露出来，你不是在逃避责任跟因果，你生生世世干的那些事，因果丝毫不爽。但是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，因为你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些恶报会不熟，其实生生世世那些恶报就不熟了，而且即使熟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有时候能够去，就是说能逃过一劫。也对，因为你行菩萨道，龙天护法在，真的你在修行上，信仰佛教跟真修行是两码事啊，记着，信仰只是信仰，他还因为修行是不断的在行菩萨道，在菩萨道上了，在解脱道上了，那么可能有些东西呢，他可能有些业报的东西呢，第一是他发菩萨道发心的时候，恶逆缘呢就很不容易熟。即使熟了，他也很容易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但是有些，就像有些杀呀，或者很多的有些东西逃不掉，可能人家那个债主真的逼上门了，你正好还没圆满之前，他就找上来了，那你坦然受报也是大菩萨都不怕受报，坦然受报把脖子伸长让人家杀他。但是一般修到那个程度的菩萨都也知道有些东西知道是报，他会清清楚楚。我们现在不知道，还有共业的问题，就说你很好，你很好，但是呢，身边的很多人都说是学佛，大家说是学佛，其实贪嗔痴慢疑很重，表面上都是信佛的，但是当我们所觉得自己是个信佛的，而对外宣布自己是个学佛的时候，你知道众生会对你有期望吗？众生会觉得你是个，既然你是个学佛的，你是不是应该很善良啊？你很诚信啊，你品质应该很好啊，这是最起码的善男人善女人，你是个最起码的君子嘛，这是众生对一个修行人学佛的最起码的要求。
别人是对我们有要求的，你要你敢站在一个信仰，说是佛教的一个角度，但是我们做到了吗？如果你都没做到，你说你是个信仰佛教学佛，那不假的吗？你受点果报那很正常，是吧？我们是说全程学佛的，这你就知道有几个学佛的。改变恶习了吗？如果是我们这个房间，假如说有学佛的，只有三个人改变了自己的习气欲望了，改变了在其这菩萨，剩下的只是一个头脑里边的概念，我是学佛的，但其他的一点没改，那共业仍然是很重的。因为你这三个人扭转不了大家一起来那个邪恶的那种心态啊、心念啊那些果报，因为大家都很，假如说都很差，然后呢，外边人对你又有期望。他对你有期望的时候，他就很失望和绝望，然后他就可能有些果报也会少。那些时候你还不如说我就是个土匪还好一点呢，是吧？人家说哎，你还比较真实，你还敢认识土匪啊，是吧？你说我是个圣人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，哎，那就人家就是那圣人要求你了嘛，你能做到你就做到，做不到那就是假虚假的。你假的你还怕果报少啊，是吧？还有共业果报呢。